曾几何时，小林已成白发苍苍的老林，思绪散漫，单指几件屡屡出错，不得不写的唯有挽歌。文正让我在连复发表了怀念母亲的心经，以及追悼汉生杂志创办人吴美云的思念琳达，回顾一个奋发的时代。连复七十，文正要我写篇文章，我愕然发觉儿歌登到连复已是60年前的事了。我想起林海音、马个和雅贤写在连复和黄柔软稿纸上的温暖文字，我想起林先生的家宴，他亲自下厨的美食，他豪迈的笑声。在他家，我认识了余光中先生、齐邦媛先生，还有后来热情支持云门的中华民国笔会会长、翻译家殷章兰西女士。这几位长辈为成长中的我拓展视野，树立为人处事的风范。无法忘怀马个说起抗战中10万青年10万军的激情，以及他成年后的潇洒气度。主掌连复20年，给作者写了上万封信的雅贤，跟我这个晚辈叙述，他以少年兵的身份随军来台，思乡思母，离家42年后回到故乡，亲戚转告他母亲的遗言，告诉我娃儿，娘是想他想死的。他们都是从离散的时代走出来的年轻人，孤身奋斗，卓然成家，永远宽厚待人。我何其幸运，能够在许多长辈的栽培提携下走到今天。我始终觉得应该做得更好，也期待自己能像这些长辈那样对年轻朋友竭力协助。那年春天，我们到低收入地区做免费演出。松山商职操场野台演出是在雨中进行的，观众6000，自始至终不肯离去。每演完一支舞，工作人员立刻抹地板，而舞者在滑跤后笑嘻嘻地爬起来继续跳下去。散戏后，观众把椅子送回教室，轰闹中一位矮胖的妇人唤住我，一直在报上看到你们打拼的消息，可是我晚上走不开，不能去国父纪念馆，今天你们来我们这里表演，说什么我也要把杂货店关掉来给你们加油。他掏出3000块要给舞者宵夜，我看你们都太瘦了。他把钱塞给我，用双手抓住我的手。经常想到大甲那位老太太，70-80了吧，白发稀疏，蓝衫黑裤有几块补丁，也许没听到广播的拜托，也许根本听不到什么声音，大大方方盘腿坐在舞台前的地板。新传的渡海演出时，他出神地咧开嘴，泪水爬满皱纹纵横的脸庞。叫人落泪的舞不一定就是好作品，然而那张脸使我震动，或者就在流泪的刹那里
老太太暂时忘怀了生活的烦苦吧。即使只有这样一位观众，即使只有这样的一刹那，旅行、搭台、演出的汗水绝对没有白流。我记住那些不知姓名的脸孔，记住他们的自信和生命力，在泄气丧志的时候，适量他们的影像来唤醒自己，而重新找到面对现实的力量。在修订新船的时候，我渴望表达出他们精神的万分之一。新船里的人物不是希腊罗马英雄，而是根植台湾大地，为更好的明天打拼的凡人。